妈，这是人家卖的，你别再扒了，这扒乱了找不着了都。你平时人家也不给我买衣裳，今儿个我弄这好看的，人家都得给我买单。我跟你说，买啥单？这是鱼龙卖的衣裳，你说你搁这找啥的了呀？你说我找啥的？我试试。别扒啥了。好看我都要。这有的都不是你的门儿，你。这个咋不是？这个好看不？你看这个，这都不是你穿的衣裳，知道不？这咋不是啊？这个是年龄字正合适穿。啊，真的。啥？你是不是不想我买啊？我不给你买，你叫宇宙给你买去。手机你也没赔我，还给你买衣裳呢。那就是的嘛。没事了，赶紧给俺哥拿手机赔了，别光挑这挑挑那了啊。你要，你给你掏钱。我掏钱。你给我一百多块。行，恁俩都得给我掏钱。我跟你说，成天都没给我买过一件衣裳。你等俺买完再说中不中啊？这你都开始扒来扒去的呀。这人家的新衣裳，你说你试试都脏了，知道不？哎呦，我是能脏到人去了，我是让人家都在给我掏钱。我跟你说，哎呀妈呀，人家这些人搁咱家里，你别搁到这来聊了，好不容易给这整理整理收拾好了，你这扒扒这扒扒那里，那掐了那掐了，人家不说你，这个凉快的很呢。说话你都，哎呀，我都没法说你这鱼肉卖个卖吃的，你拿吃的跟卖拿衣裳，你们拿衣裳，你说有你也不要的不？我就要啥，我就是要恁俩给我买的。今儿个我多拿几件，叫俺高一我倒去。别试了，别试了，你别走了，我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来回你吧，再来。我不给你掏钱，那别，你别给我掏。你说你等俺买完中不中？你哪会中？看你一会儿，你看你一会儿都你试一得。我再试试。你要你随便要，我是给你掏不了钱，手机还没给我赔。呦呦呦，这还带个蝴蝶结嘞，这个好看好看。好看好看，这好看那好看，你自己买啊。有时间敢上人家卖东西，卖个东西你都给人家东西试试要的。那是呢，要你给我掏钱吗？掏你不掏钱，你试试中不中？中啊，那你要喜欢啥了，你可自己买啊。啥时候给俺哥拿手机拍了？你别走，你瞅瞅好看，你瞅瞅，哎呦，你别给杨川走嘛。我不这这好看吗？中啊，我好看你自好看你自己买。我跟你说，这衣裳值不着钱。这不，那我再挑一件四件，人家一件给我掏两件钱，这怎么办？不掏。乖乖，你一天一件衣裳，我让你掏钱呢。那哥，你先回去吧，俺嫂他们都搁家里。中啊。啊。咦。哎呀。啊。人家品牌方都搁这里，别想干嘛。我知道。中啊，我知道。啥是丢人呢？行了，你赶紧脱。掏钱都不想掏。你赶紧脱下来吧。你赶紧脱下来吧，我先跟你说，你这样。他不掏，你掏。不要。我不掏，你要自己喜欢的你可自己买啊。我就选这几件算，还这还得叫你也从你爹爹。别拿爹，这点我俩。是。你给不掏钱，你掏。